我本来今天原来要上瑜伽课，但是因为人数不足，所以取消了。是累。题外话，我喜欢的面膜补货了。Just patiently waiting till then. Patiently waiting each day that goes by. Staring out windows at stars in the sky. Imagining one day I'll be one of them. But patiently waiting till then.准备要出门了，然后这个是我最近买的新衣服，准备来 accessorize 一下戒指。寿司郎，什么？我刚把想要进去吃个两盘的，结果外面现在整个大排长龙。算了，看到这么长的队，直接放弃。刚出去晃了一圈，买了一点东西，也买了菜回来，突然觉得，这个才是假日。然后因为最近天气变化大嘛，所以我昨天其实把我衣柜里面的衣服都在捞出来，然后整理了一下，我就想到，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你会一直觉得家里的东西很多，但是你又会一直觉得家里的东西不够。衣柜永远都缺一件衣服，鞋柜永远都缺一双鞋子，我的化妆品柜永远都少一盘眼影，这是一样的道理。但我从去年开始，我每一季都会做一次像 wardrobe detox， 我会把衣柜里面的衣服全部再审视过一遍，然后会挑选出，譬如说我已经三个月都没有穿过它了，或者是我知道这一件我留着是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的，可能要去正式的场合，或者是一个比较特定材质的，我就会留一件在那边，就以防万一，你知道吗？但是一直疯狂买，一直疯狂捐也不是办法嘛。我去年其实买了超多那种 sweatshirt sweatpants， 因为我就很喜欢那种舒服的感觉。但是呢，后来发现我真的买太多了，然后第一衣柜也没办法放，然后第二是我平常根本就穿不到它。我有很多场合是需要一些比较就是你知道 business casual 一点，所以我开始比较喜欢穿衬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呢最近也入了一些衣服。我跟你说，这是我的 best friend， 我很容易在里面找到适合我的版型。不容易 ，OK。但是呢，我二月跟三月是超级 pack 的两个月，所以其实呢，我这一袋是用网购的。我前几天花了大概半个小时在官网上面这样逛一逛，我就下单了。对，然后因为网店上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款式跟尺寸都比较齐全。我这次买到衣服都蛮喜欢的，跟大家开箱一下。首先呢，是一件我为了春夏而准备的白色的连身裙，这样。为什么会选它？因为我觉得它的百搭性很强。我的如意算盘就是我用一件裙子可以搭到至少三套 outfit， 可以搭针织衫啦，或是一些小外套，甚至是短版上衣都会很好看。虽然上面还有其他颜色，但是我觉得白色是最百搭的。而且像我的工作有的时候需要拍照嘛，然后通常呢白色会是最保险的，以后一定可以穿得到。讲我身上这一套好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已经开穿了，我忘记。我跟你说，我觉得 Uniqlo 的内衣做得很好，类似运动内衣的那种，里面已经内建胸罩的小可爱。
我跟你说，真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真的超级舒服。然后我后来自己还去买了不同颜色，我买了一个白色的内搭，然后另外还买了一个肤色的平口的内衣，一样是内件胸罩的。这件小外套也是我一看到我就立马下单的，因为真的好喜欢这个颜色。 Uniqlo 的针织真的都做得蛮舒服蛮好看的。然后我顺便带了一件米色的裤子。接下来呢是我的如意算盘，一个浅棕色的针织衫。我自己本来就有一件米色的，但是我想说这样子的话会有多一点的 contrast。 刚刚那个是小外套，然后我另外买了一个是罩衫，可爱吧。我突然觉得这两个颜色加起来好像就是我沙发的颜色耶。然后我不是跟你们说我喜欢穿衬衫吗，所以我也买了一件黑色的，它的剪裁跟设计都比较日系一点。然后再来这件是一个超级适合春天的颜色，就是一个这个，这样看出来吗？它不是黄色，它是浅绿色。哦，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这是黄色 ，I'm sorry。这跟刚那件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不同颜色而已。这样子搭搞不好也可以，有没有？有没有？搭个凉鞋哦。其实我还有一件很想买，因为它你知道感觉穿起来很执行，但因为我看的时候它还没有开售，所以就下一次再买。说到网购，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大概很久很久，我刚来香港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个平台，叫做 Shopback。Shopback 是一个现金回赠的平台，然后合作的商户也超过了500家，包含日用品啊、服饰啊、机票、酒店，甚至连叫外送都有。而且我后来发现，像我本身在香港用的信用卡就已经是现金回赠的嘛，再加上 Shopback 的话，它是不会冲突的，就是你两边都可以累积现金回赠。我猛。Double 的意思，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只要你去 Shopback 的官网，点进去你想要购物的商店，然后从那边购物的话，就可以直接获得现金回赠。回赠只要满港币50块钱，就可以直接把它转到你的银行账户。没错，它就是这么简单。现在的新用户只要下载 Shopback 的 App， 然后用我的推荐码 CW30， 玩新客挑战就有机会赚100块钱的奖赏，并且呢，在3月18号到24号透过 Shopback 去买 Uniqlo 的话，就可以有8到12%不等的现金回赠。3月24号的晚上10点到11点59。对，就是限定2个小时，还有最多可以到15%的现金回赠。What？ 等于你买2件衣服赚1杯奶茶。如果你是很常在网上消费的人，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去下载 Shopback， 因为我跟你说，不要小看你自己的消费力。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不知不觉那个现金回赠就会累积到一个，就是你会哦这样子的金额。来，各位 repeat after me， shopping 之前。先去 Shopback， 现金回赠真的不拿白不拿，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小资男小资女，好不好？今天外面又湿又冷，其实我今天早上本来想要穿今天裙子出去的，但是我发现实在太冷了，就只好原地放弃，但还是在家里过过干瘾给你们看一下。聚会，然后因为晚上很冷，我决定再搭一件外套。这件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因为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就是都跟我有同款。广播节目听到一首歌，你会唱那个吗 ？Gravity 的歌。哎，你突然间广东话，这个，我很喜欢这首歌，但我不会唱。天空随风亮雨淋，风刮的等等，就觉得好多很多，你知道好多。你广东话讲很好哎，你广东话讲得很好哎。那么清醒，我要送你日暮了的项链。
come my way. It's always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 but I won't let it get me down, 'cause I'm still here and I know this year. 我是真的很想穿这件洋装，但是今天还是太冷了。对 ，Instead 这个是今天的 OOTD， 里面是我昨天分享过的内搭，还有外面这个罩衫，然后还有一件也是 Uniqlo 的牛仔裤。为了避免我冷死，还是带着一件外套。There's a place where flowers bloom, where every bird is singing their tune. And someday, oh someday, I'll be there too. 今天又湿又冷，冷到我换了一件棉裤穿。伊恩送我的礼物，祝大家龙年快乐，大家的2024都过得如何呢？希望今年有更多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嘿嘿。最近不是 Seventeen 他们每个成员都会出自己的 product 吗？然后王五这次出的东西是一个键盘跟一个相机包嘛。那个键盘其实声音蛮好听的，但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贵。相对来说，相机包好像会实用一点。不过那个颜色也不是我平常会用的颜色啦，所以我还在考虑中。讲的好像一定会买到一样，最近真的是很花钱。你看我去年五月开始入坑的，已经是很晚入坑的人了。我已经买专辑，又买会员，又买演唱会的票，又飞去国外看演唱会，还已经看了两场，准备要看第三场。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抢票，你知道吗？两次都抢到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我家的网络真的很不错。我那时候跟网络公司讲说，那个你们这边你们最快的网络是哪一个，请给我这样。我只能说他终于派上用场了，平常还没什么感觉，在抢票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网络好像还不错。我不是跟大家讲说我在做 wardrobe 的 detox 吗？这边都是我整理出来准备洗一洗，整理好之后拿去捐掉的衣服。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的麦克风？我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录 podcast 了，但我最近想到一个我很想要讲的主题，然后它是我下一个礼拜的代办事项。今天影片就是先到这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拜拜拜拜。 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